者黄熟丽云林报道，古坑华山引火重祭气泡，预计在一周会出现大爆发。华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、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给和地方业者举办2018舞动荧光爱的密码赏萤活动。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今天召开记者会，由华山国小妇幼小朋友表演火金鼓曲清节目，有兴趣民众到上云林县华山休闲农业区粉丝页报名。华山休闲农业区理事长沈汉伟指出，古坑华山除了咖啡，自然生态也很丰富，每年四月为萤火虫季，初期为黑翅萤，之后还有端黑萤、大端黑萤、黄缘萤、土石流示范区、山猪湖等地。最近几天太阳下山后已可见少量萤火虫穿梭，预估在一二周会大爆粮。沈汉伟表示，今年赏萤活动由协会及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自行筹款办理，各家业者也推出各种优惠，有住宿、用餐等。拉花高手为严纳咖啡业者徐之敏特别推出萤火虫拉花，徐玉涵也研发出最夯的咖啡脏脏包，剑湖山王子饭店推出 Q 版萤火虫蛋糕。沈汉伟说，赏萤活动从4月14日至5月20日，报名费每人250元，包含保险费、场地清洁费、导览及纪念品及100元店家消费抵用券，咨询专线05至590万0488。